是什么？当然是通两天啊，就爱江山啊！你若爱江山，你个收破来，你个害死伊哩啵！伊啵，乡勇先生，大家人若听到伊哩啵，只要出马力气，不欠你行嘞。而且啊，伊个功名都掉在你上河边，你现在那是个霸主江山。好奇你爱我什么？我问你一个问题，
你讲，人讲世间上有两种人，什么呢？一种是好看，一种是难看。还是我是哪一种的啊？